好，我是秋敏轩，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个，就是站下腰。但这个站下腰，基本你要先看手势，如果你没有看手势的话，你会跌倒，或是会撞到头。然后我第一个，你要先一直看着手，一直看着手，然后到墙壁，然后呢，慢慢的下去。下去后，你要用到地板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都直接撑住。然后呢，如果你没办法上去的话，你就直接躺着就好了。来，我们再示范一次。第一个呢，我们要先把手把它稳定住，然后呢，直接下去，然后呢，再慢慢的。然后呢，再下，对对，然后呢，再把它撑住。然后，如果你没办法的话，你要这样子躺着。大家都学会了吧？然后呢，你这样子都可以自己试试看哦。